还可以开花哦，你在跟爸爸说你 OK 是不是？可以的，我一直在跟他讲话。OK、嗯，你开花就代表 OK。呼噜也太开心了吧！哦、你现在还可以呼噜啊？这么可爱呀、啊！你箱子也可以呼噜啊！哦。爸爸在，爸爸在。他现在眼球一直在动，左右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。是。然后你还可以开花哦，你在跟爸爸说你 OK 是不是？可以的，我一直在跟他讲话。嗯，你开花就代表 OK。讲一下他这个状况，这个我们会统称为他是前庭症状啊。那主要是我刚看那个影片，在家里他晃来晃去，我觉得那个不太像癫痫，因为癫痫的症状最常见的会有一些四肢抽搐啊，然后脚弓反张啊，然后就是那怎么摇都摇不醒的行为。但是以我看那个影片，我觉得比较像是前庭的症状。那所谓前庭症状，就是说猫咪在前庭这个构造，就是有分成中枢性的跟周边性的。那有几个方法可以辨认它是中枢性的，就是当然最准确的还是扫核磁共振。因为如果这个情况的话，我会比较建议说去做这个事情啊。那在这之前，我们还是有些事情可以尝试，因为我听到他以前有中耳炎的病史。那通常中耳炎就是耳道发炎到一个程度之后，那可能会影响到有一些神经性的问题。那最常见的都是前庭的症状。那以他的症状来说，我觉得也是符合的。他屁屁还翘起来，我们不要再呼噜，不亲我了。呼噜也太开心了吧！哦、你现在还可以呼噜啊？这么可爱啊！你箱子也可以呼噜啊？哦。白羽球部分，这个是红眼球部分，它浓度蛮高的。白羽球部分，你从这边开始看到这边，目前白羽球指数是还好的，但是我刚刚耳朵是真的蛮脏的啦。我觉得目前可以先从点耳朵的局部药物跟洗耳朵。现在是可以点吗？我们先洗耳朵。好，现在可以。好，摸摸你不会有感觉的。一二三，四号一，不会痛。不会有感觉的，你看他没有感觉的，超棒的，超强，是是完全没感觉。有个水袋，这样小水袋，出来小水袋，哥哥你有小水袋，很酷哎，那小水袋，大家。先生你很棒哦，对啊，你很棒，对，你自己都知道你很棒。好了，到宝宝回家，你现在感觉好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棒，你回去休息了。不要扶着我，对你不会倒，你不会倒，不会倒，你不会倒，你不会倒，永远都不会倒。来，你调位置，就是会有点失调。所以他现在都会稍微往右倾，那他是会想上厕所，但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上，因为他会倒，我如果放开他就倒下去，所以一定要扶住他。继续买一些 buff 的，你还要上吗？他知道熊熊担心他，他叫熊熊不用担心。回家之后的状况有好很多，头也没有晃这么大，但他现在四肢还是无力的，就走路会晃。然后回到家之后，我有帮他上厕所，他现在没有办法自己上厕所，站不起来，他会倒，他会一直往右倾。没事，豆豆没事，爸爸在这里啊。好，爸爸在这里。所以这个药一天只能吃一颗，他会疼吗？宝宝很快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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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。
哦，还是会，还是会，没事没事。会不会在吃冻干？啊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不是有罐头了吗？豆豆想吃，豆豆想吃，来，啊，没事，来，帮我喂。啊，好棒哦，豆豆好棒哦。因为这香蕉太大颗，它没有办法咬，它要咀嚼很困难。开花花，开花花，很开心哎、欸。那么你要爸爸撕给你？他要，他要，给他。爸爸撕给你，爸爸撕碎碎的给你，碎碎的给你。他没有完全排斥到，完全不愿意吃，我觉得超棒的。嘿嘿，盖好棉被，休息。豆豆真的很喜欢盖棉被。豆子啊，豆子啊！我们等一下来，来。像他现在基本上很长时间都是一直弯着，嗯，尤其是刚发生的时候，走路很不稳的时候，他头一直都是弯着，那就有点像是他很努力用头的感觉去平衡他失衡的体质，嗯，所以在很晕眩的当下，其实我会不知不觉。人也是，他现在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走会不稳，然后我们食欲会变少，所以我才担心说，是不是要帮他打点滴？就是我至少一天帮他打一次。如果水分真的不够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改成用下点滴补充。土泡泡，儿子，你土泡泡啊？你不给拍土泡泡，形象？你在顾形象吗，豆子？哈哈。小水袋，先这边走啊，比较不明显，因为只有打150而已。小水袋，我说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小水袋，豆豆去哪里？豆豆来这里，豆豆，豆豆。哎、欸，他跳上来，很棒哎。豆子啊，你的什么睡姿啊，豆子，这么可爱、啊！不出来怎么玩，豆子？我们大概加个40-50的牛磺酸。豆豆啊，豆豆啊，你这样不行呢。最后一口，这口先吃掉，我慢慢喂。好，好，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对啊，你们这几只是干嘛？保护豆豆吗？你们在守护豆豆吗？上次我刚出来之后，直接从这里跑出来，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哦，有哎、欸。豆子今天自己上厕所了耶，你好棒哦！这是另外一个口味，是豆豆爱吃的。
你只要换这个，它食物会好一点。喝到这里，喝到，你爱吃的，你闻一下。来，喝到这里。因为豆豆现在虽然会喝水了，但是他进食的状况还是很不好，而是帮他准备了一管又回到台大啦，来台大带豆豆看一下到底什么状况。我刚刚现场挂号，因为他预约挂号已经没有满了，然后现场挂号他刚好他只有三个名额，所以一点就要先来抽，一点半开始看诊。现在报到了，然后他两点才开始看诊。那当然再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刚刚台大医生很好心，我就说他好像想上厕所，然后他就帮我去伸那个猫砂盆出来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来帮你接到厕所，你要上吗？那你上啊，你上啊。你很夸张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夸张哎、欸。但目前今天其实有看到，就是说右边的头还是会有点歪斜的情况，但四只脚的反射它其实是正常的，那在目前其他对的脑神经看起来也都正常，所以如果就它现在的神经学判断的话，它确实是一个右边我们叫做周边前庭神经炎。曾经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些像是记忆的问题，对，那这些记忆以及它之前耳道在外耳膜道的这个细菌，它的膜片是有菌丛的。那这些感染如果突然间右边发炎以后，导致它右边的那些耳内的细胞不平衡，它就会往那个发炎的区域歪斜。所以目前的症状感觉比较是耳膜来的，耳道位置离颞颌关节，就是我们上下巴打开的这个关节是很近，所以很有可能它是相对怕痛，或者是容易感觉到不舒服，容易去张嘴巴，或者是它在这个咀嚼的部分，我会觉得可以试一个接近样的治疗。然后看他愿不愿意吃饭，然后食欲促进剂如果那个两天一次，人觉得效果并不好，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。现在看完啦，然后今天总共收据是1756，然后再挂下礼拜回诊。现在豆豆的状况呢，基本上已经好很多了。那像今天去台大看完之后，真的就只差没有办法进食，所以刚好我们宠物仔有买这个主食的肉泥条，那就用这个来喂它。那现在基本上就每两个小时左右就会喂它吃个两罐。是豆豆在叫吗？豆豆复活了，在训练咬合能力啊，豆豆。然后这样子蛮欣慰的，因为代表豆豆一点一滴真的每天都在复活。这高度刚刚好。豆豆的状况今天明显好很多了，像他现在在问关关，他已经会来排队了。那是平常的豆豆，豆豆对不对？豆豆，我刚夸你而已。
不想出来了。那我不理你啊。他逃出痘痘了，他现在，他这两天咬人咬的超痛，他真的是在跟大家说他复活了，然后他就咬我下巴，每个人都被他咬下巴，超大力的。哥哥要掉地上才有办法吃啊啊，好吧。只有冻干才愿意张口。